综上所述，老臣认为在目前缺兵少将，城中竟是老弱病残的情况下，空城计是最佳退敌方案。到时候老臣在城墙上弹琴迷惑敌人，司马懿多疑，定会认为城中有埋伏，不敢贸然进攻。少主您意下如何？嗯，这样啊，空城计啊，那是不是咱们城里就没人了？啊，不是啊，老臣还在。那怎么能叫空城计呢？啊，既然说是空城，那就得是空城，有一个人一匹马都不能叫做空城。相父，你这不是虚假夸大吗？这要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呀，少一点套路，多一点真诚。那咱们就叫，这样即使相父你出现在空城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，他就算中了计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。那老臣就去准备了。等一下，相父，你这个方案这么好，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宣传推广也要跟上呀。宣传？对呀，我们要炒一炒话题，以后你们发微博的时候都要带上这个话题，其实我们都在，但我们假装我们不在的这样一条空城妙计。争取冲一冲24小时热搜榜，然后你再给几个大 V 发一发私信，像什么孙权呀、曹操呀、王朗呀，让他们帮咱转一转微博，带一点话题。不是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把这话题直接写成墙上呢。相父，还是你聪明啊。那老臣就去操练了。哎，别急，相父，一会儿在城墙之上，你穿什么衣服呀？老臣就穿现在这身啊。那怎么行啊，相父，你现在这身衣服太丧了，一点感染力都没有嘛。咱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场简单的show，咱们在推敌的同时呢，还要体现出咱们巴蜀活泼的企业文化。你得换一身喜庆的、醒目的，咱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那都别笑啊，咱们这虽然想秀，打仗呢，都严肃点。报，司马大军兵临城下。好，拿出你们最好的状态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凶，这街道车水马龙，我能和谁相拥？ Alone, alone, alone， 这感觉我干什么？这气氛都让你给破了。少主正在网上看着您呢，他说他不喜欢您这首歌，您听。相父，这歌好冷好沧桑啊，人家都不敢恋爱了。这会儿正打仗呢，现在他说他不喜欢，他到底想写干什么呀？少主说他喜欢另外一首歌。什么歌啊？将军，您看，诸葛亮诡计多端，传令下去，一会儿让大家都不要带话题转。是。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，拥抱后就有了默契，你会爱上这里。不管远近都是客人，请不用客气，相约好了在一起，我们欢迎你。空城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，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。将军，咱们杀进去吧。且慢，将军，您是怕有诈吗？不，仗什么时候都可以打，你什么时候见过诸葛亮这样？超越自己，空城欢迎你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，有勇气就会有。